来，咱今日来讲一个主题吼，吼、哦，到底讲即个中共啊，吼、哦，中共入侵台湾的成本甲代价吼，因到底会拍台湾无？啊，就简单，你看伊成本就好啊，哦，看成本就好了。欸，我讲，刚才你做买卖同款吼，咱的买卖吼，比如讲咱的进货是十块，吼，比如讲咱进一支笔是十块。但是你吼想要甲卖五十块，还是想要甲卖三十块？啊，我问你，敢一定卖出去？你无一定嘛。所以我讲，迄个三十块是假的，你知影意思无？因为还未实现。那未实现，你就袂使讲迄真诶。吼啊！但是我问你，啥物是真诶？你进个十块的成本是真诶，你知影无？所以叫做成本。啊，你记哦，你做任何代志拢有成本，你知影无？敢若讲吼，我一件啊吼，我想要去佚佗。哦，啊，我就算过讲，我即摆开车，吼、哦，我即摆走去垦丁，我来回即个过路费，甲即个算讲油钱，我算过啊，吼、哦，伫阮分林甲即、這个迄、那个垦丁，拢总基本甲算过，差不多爱将近850，吼、哦，850。但是我甲你讲吼、哦，去那边能不能玩到？我是想讲，迄天天气袂歹啦，吼、哦，啊，我就出发啦。结果吼，我甲你讲，真正是足不幸诶！我走到垦丁诶时阵，垦丁伫落雨，结果嘛去遐食一下面巷哦，啊，着风景海景看看诶，你知意思无？哦，啊，小可落雨啊，但是未歹啦吼，凉凉啊啦吼，啊，着去遐看一下伊诶风景嘛，啊，沿路车安尼开落哦，结果你知影无？哎，发现着讲当天安尼一天来回吼，无啥物去算着，甲咱想诶无共款。但是我甲你讲吼，成本差不多将近要成本接近快1000块，是真的。但是你有玩到吗？好像没有什么玩到，都跟他吃到一个米啊过来，咱都看一个海，因为恒春的那个海浪不错啦，你知道不？哦，它的某些地方海浪不错啦，哦，你知道意思吗？哦，啊，所以我讲，嘛跟咱想的不一样啊，但是1000块开出去是真的啊，你知道吗？哦，我都捌做过这种工过，所以我家己知影，做这代志跟咱想的无同款，但是我讲成本是固定的。成本是固定的，1000块一定要开，来回安尼1000块，你知影无？一定要开的啦，我算过啊。哦，啊，但是你讲玩到底能不能尽兴，玩到我们想的那只，其实不一定。哦，往往就跟咱想的无同款。哦，咱就十件内底，差不多十件、二十件的，甲内底有一件的，跟咱想的无同款。哦，出一挂意外。哦，感觉讲，哎，个咱，敢那这个感觉真歹安尼。哦，啊，嘛捌去，算讲假日对人去佚佗。啊，想讲哦，迄位袂歹哦，最近伫报，结果去哇靠腰哇，安怎安怎，规个拢塞车啦！你若好，大家嘛感觉好啊。迄天就大家拢真正，我甲你讲，我敢若去，我都敢若迄天吼，敢若塞车才4-5点钟啊。你知道，敢若去哩塞车，佫落来佫塞车啦。所以去迄天是算着啥呢？我就知影讲，敢若拢伫车顶，一半的时间拢伫车顶。真正我来讲啊，所以我来讲，出侪代志，佮你想的无同款的啊。但是我甲你讲啊，哦，你出车遐相关的油钱是真诶啊，遐保养费用是真诶啊，你知影意思无？哦啊，所以我甲你讲啊，足侪代志啥物是真诶，成本是真的，果效未必。我甲你讲，成本是真的，果效未必。甲你想诶后尾迄结果可能是无共款。人讲诶吼，人讲赔了夫人又折兵，讲落去这成本拼出来，结果歪夭寿啊，啊拢无再来回收。所以我甲你讲吼。我们在着力一个点，就是成本。成本，你知道做任何代志一定有成本。你讲会像我吼，我讲实在话，我今天活咧，哦，我活着一天，我的成本是多少钱？我捌算过啊，吼，我活着一天的成本是350块，350块，这样维持我的基本诶生活费用，水电各方面所有费用最基本的350，爱350块。干到以上无以下，以下我都足歹过啊！到200块可能已经没办法活了，你知道意思无？已经活得很拮据，差不多回到纯咧食饭甲困安尼俩。200块很难活，差不多要350。啊，这是成本，你知道意思无？啊，所以你着知影讲你的成本伫个底，啊，你着知影讲你过来爱你做任何代志拢有任何的成本啊，你知道意思无？啊，你着开始计算我安怎落去做啊？哦，你知道无？啊，啥物会做，啥物袂做呀？哦，你知道意思吧？哈，所以你都要省嘛，省这个成本问题吧？哈，
好，所以有很多事，很多事情，成本是真的，代价是真的，但是不一定会有果效。哦，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这就是什么真理？有一个真理就是讲，有一个事实就是讲，咱的成本是真的，但是往往咱做了了以后，跟咱想的无同款。哦，我相信这个经验，甲各位讲，大家拢知影啦。成本是真的啦，但是我讲，你讲好，你讲这个效果到底好啊歹，其实咱唔知啊。哦，但是咱知道一项，咱提出的是真的，我们的付出是真的，我们拿出去的东西是真的。但是你说会有回报吗？未必。我讲一件代志吼，咱大家就稍微了解，咱大家参加台面，就会当心都了解。咱最近啦吼。最近这差不多三五年啊，足侪人去告林志升的阿婆，你知影虾米款的原因无？他有投入了，但是他你知影失望，没有回报。啊，你甲我讲的肝咧，啊，你甲我讲的筋咧，你甲我讲的赔偿金咧，哦，啊，你甲我讲的虾米一挂福利咧，即马拢无咧。你知影意思无？啊，所以人都讲的啊，啊，这都等于了要家己想想，就算讲啊，我成本。哦，我咧开几百万的内药，我拢无再来回收啦。哦，啊，所以我讲，伊提出的成本是真诶。啊，伊上下尾感觉唔关，你知影无？唔关啊。哦，你知影无？因为他没有果效啊，因为一算算的伊拢无赚啊。我来台湾面就是干他开钱尔，我讲我赚到啥物半仙啦，甲你老师都拢无啊，过来就哦欺骗面啊，你知影意思无？你知影？你甲你讲拢无人管，他就甲告诈骗集团。大概就是，我讲安尼，你就拢了解啊。哦，成本问题，哦，它的成本都到现在都没有回收。你若讲有回收，伊今日就袂安尼啊啦，伊就袂去过啊啦。你啥意思无？哦，啊，所以真侪代志吼，你就用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哦，你就会使家己啊做。足侪代志，你看成本得啊，成本就好了。哦，成本就好了。哦，你就会抓到说，他过来一接两个谁做什么款呢？所以吼，咱今日讲的这个成本跟代价的问题，吼，咱来看阿强会拍台湾无？这个经济学院讲了真好啦，吼，只要成本可接受，中国必定换台。我感觉伊咧讲废话。我甲你讲吼，中国人这个民族足假的，你若给伊机会，啊，成本足低，你给他机会，成本很低，他一定动你。你知影无？你讲的废话。不拿白不拿，如果没有成本，我台湾我早就拿来了。你说阿强想要吃台湾，我跟你说百分之百想要吃台湾，但是我跟你说成本的，哦，你说吃就吃，都没本的，你知道意思吗？你像阿强说，他都不去计算他的成本，我跟你说他比你更精的，他没有比你更戆，你给中国人不是戆，是邪恶，因为心思都做一些想的一些坏工，他不是戆哦。中国人，我跟你讲哦，我甲中国人交手过，因并无戆，伊是我讲人，伊是奸巧，因个巧，佫毋是一般的巧，是叫做奸，奸诈的巧，你知影意思无？迄叫做奸巧，所以你若你佮伊做任何代志，你要防伊的奸巧啦，因为伊的巧是对你无帮忙，是会甲你伤害的，迄种巧，你知影，他会伤害你的那种聪明，伊的巧会害人的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白，所以你跟中国人做交手的时候，你都要记，他会跟你害。咱真正若要对一个人好的时候，吼，咱袂甲害，咱就真正是对伊好。敢若讲老爸你疼家己的囝同款，伊对家己的囝好，啊，家伊敢要去伤害伊的囝袂？吼，你啊真温柔，吼，伊真好命，伊拢袂去伤害到伊的囝，伊拢会替伊的囝想了好。好，那这种的好就不带有任何的伤害性，这种好是最好的。哦，这种好是最好的。哦，那个父母对我们的好是最好的好。好，哦，你看，刚刚上帝对咱人民的对这个对伊的家里是谁？我讲拢最好的好，反正你都唔知道上帝对咱偌好，你知无？哦，你知无？啊，感官，人讲哦，天地父母心啊，拢感官。上帝甲咱爸阿母，甲一寡较良善的爸阿母，迄个心态拢感官。对，所以家里是伊的家里是谁，拢是上好的好，不带有任何伤害的。好，你知道意思无？无要家己处的，就是存心家己付出，而且佫惊讲我安尼家己付
惊我安尼做诶时，我惊去会甲你伤害着无？伊了做任何代拢会替你想，甚至要甲你骂诶时嘛，惊去甲你伤着。你知无？迄种诶好，你知无？迄是正讲对你诶好，但是我讲你都不一定会讲真正诶感受啦。哦，咱安尼讲，我甲你讲，你就听有啦。哦，人即种诶好，吼，上帝对也是咱加较好诶，即个爸母对咱诶好是真正诶好。人伊迄个良心诶好是不带任何刺的。但是我甲你讲啊，中国人村兵村阿公真正要对你好，我甲你讲，迄背后是我甲你讲哦，是要甲你处诶啊。伊诶好是带来一挂后遗症的好。你像中国甲美国做交手，我甲你讲。美国即马拢内伤伤痕累累，虾米款原因？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好，内面人讲的绵里藏针呐，一块棉吼，一块布内面甲你藏针啦。你甲贴身看起来敢那水水啊，但是我甲你讲，你甲戴咧穿咧时，哇，叫擦甲贵个啦，你知影意思无？哎，叫做绵里针呐，绵里藏针呐，迄个中国人啦，你知影？所以即马美国经济各方面、科技各方面拢伤痕累累，虾米款原因？哎，绵里藏针，那是中国人的好啦。中国人对你足好诶，表面上笑面好，拢对你好。我讲那个绵里藏针，拢带来一挂伤害。迄种好，毋是正讲的好。所以我甲你讲，白白拢两个人对你好，你爱分别。真侪人对你好，你爱分别，啥物是对你真正好，啥物是内底吼是包藏祸心诶。哦，你应该听我讲的意思啦。哦，哦，好，那我今天就这样跟你讲，那你就知道了。我要跟你讲哦，这平平拢叫做好，但是吼，咱来知影吼，不管伊对你安怎吼，拢有成本，对你好也有成本的，别不对你好，拢免开钱的哦，拢无成本的哦，也是有成本啊。那一样，中国人那些绵里藏针对你好，他也不用付成本哦，他也要付成本的呢。哦，人家偷鸡要十八米嘛，所以都有成本啊，所以你做这代志，你只要该回归哦，最基本面看他的成本就好了，成本跟获利。哦，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啊，这袂做诶。哦，我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啦，为什么讲呢？因为成本小，获利大，你知道意思无？哈、哦，啊，这叫做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了钱的生意无人做。你若讲这安尼做咧，干咧了到几块地，我讲无人敢做。你知影无？绝对无人敢做诶啦，了钱的绝对无人敢做诶，对家己有伤害，一点仔好处也无，无人敢做啦，几乎不敢做啦，好不好？哦。啊！你只要掌握这个原则吼，咱怎啊来看哦？中共会不会来侵犯台湾？你就做清楚呀。好来，啊，咱拄啊讲讲的啊，讲到这尼啊多，啊，你我问你啊，你变啊，把中共来侵略台湾的成本做一下计算，吼，啊，我就帮你算了一笔账，好，足简单，给你算。这是中共侵略台湾的成本代价的叠加，就在这一张表。哦啊，从这一张表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有人的立场。哦，所有人的立场，你也讲讲，比如讲，中共敢恐吓咱台湾拢歹叮当，啊，拢袂惊。啊，你讲奇怪，啊，台湾人咱拢安这么定静啊呢？什么款原因？因为这有伊的利益考量。我甲你讲的了，你就知影讲哦，咱台湾人这种的冷静，你知影意思无？哦，是对咱上有利的。因为咱人没有这么冷静的话，哈、哦，那都啊都对咱不利。好、哦，伊即马阿强阿老甲你吓惊，你台湾人拢卖叮当就对啊，你无无啥物好惊嘛，无啥物好惊哦，啊，都照常过日子。我甲你讲，这对台湾人上有利。啊，其实我讲，你即马台湾人嘛拢变巧啊呢，到台湾去安尼，中国人甲你磨了以后，你嘛磨甲开始变巧啊，你嘛知影讲要哪甲因对应啊。啊，我今日甲你讲的，你知影其实台湾人嘛无遐讲遐尼啊戆啦，啊，伊的反应嘛是足理性的，嘛是足合理的。好、哦，我拄啊甲你做一下分析，你就听有啊。好、哦，来。咱吼爱讲一点吼，我们做一个假设啦吼，如果中共侵略台湾，会发生啥物情形？我甲你讲吼，中共如果侵略台湾的时候，伊的进口甲出口会断掉的，伊的进口跟出口的所有的贸易断掉，大多数会断啦，差不多70%-80%会断掉的。因为你敢怕台湾、美国甲日本这些同盟国嘛，拢会啥物介入？介入一定甲你沿海拢包起来。你的进口甲出口拢无，拢甲你管制，你无可能用入去啊！你知影意思无？你著断掉伊，你著限掉啊！你知影？你的成本就伫个遮，所以你怕台湾的成本就是你的进口甲出口的贸易断掉伊，啊！你规个经济会崩盘，啊！你要接受无？我甲你讲，
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啦。所以阿强啊，都敢那会甲你吓个，伊唔敢真正甲你拍。因为伊知影拍落，诶，即个代价成本伫个底，伊个进口甲出口会规个安尼断掉诶。吼、哦，来咱来看遮就知影吼、哦，中国吼、哦，中国就是中共啦吼、哦，中共一年诶进口，吼、哦，26,900亿美金，吼、哦，差不多是即个数字，2亿6,900，这是2011年诶吼、哦，我甲你讲，这是2021年诶啦，吼、哦，2021年诶啦吼。哦阿强啊，规年的进口是26,900亿，出口是吼33,600亿，拢美金，拢美金。伊若拍台湾，我甲你讲，这差不多70%-80%断掉的。安尼，我问你啊，伊规年爱了偌济？爱了6万亿美金，会规个拢消费，差不多70%会消费，剩下一些贸易上面，伊的边境贸易。比如讲，中国甲俄罗斯的贸易，中国甲泰国，中国甲印度，中国甲这些周边国家的陆上贸易，除了海上贸易拢断，伊爱面临这一种打击，面临这种成本。哦，这就是一拍台湾的成本甲代价吼。咱来甲算一下吼，中国入侵台湾要损失所有进出口总值的70%，约42,000亿美元的贸易总值，这也要付出的成本代价，换得台湾的7,590亿美元国民生产值。哦、台湾总体的 GDP 差不多偌济呢？7,590亿，啊，伊贸易额是8,279亿。啊，我来讲，台湾把你拿叫阿强，我给你包的，你差不多70%-80%的贸易额嘛，登去啊，你嘛稍70%-80%嘛爱登。吼、哦，甚至咱的伤害会比阿强啊搁较大。吼、哦，咱即马先讲阿强啊，咱等下再来讲台湾。哦，啊，再来讲即个周边国家用的即个心态。哦，即、這个日本、甲南韩、甲即个美国用的心态。哦，因你看即件代志立场，拢无共款，大家拢无共款。为什么伊的利害关系无共款啊？他的利益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在看这件事情，也感觉讲程度有没有很非常严重啊？咱来先讲阿强啊啦吼，伊若拍台湾，伊爱了4万亿美元的贸易值，这是的哦，哦，你知道这就是伊的成本哦，伊打台湾这就一定无的哦。啊，伊吼这样换，他可以换多少回去？他才换一个才有7,600亿美元的台湾的 GDP 呢，哦。啊，这是假设台湾是足完整的状况，叫阿强啊吃的。我讲阿强的炮火拍过来时，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会降低吗？一定会的。上无拢对澳啊，差不多剩四，差不多剩无到一半，会去伤到。哦，等于讲你一年爱了吼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值，哦啊，干啦，后尾干啦，哇，差不多大概4,000亿美元的 GDP， 等最多是安尼尔。你知影无？等于讲，我即马开100块，我干啦哇10块等于啊，你敢买？我开100块，干啦得10块等于，你敢会做这种生意嘛？我讲甲你讲是即个感觉哦、喔，我讲讲那个是一个感觉哦、喔。我拿100块钱出去，结果只有换10块钱回来，你买哦、喔？你要做哦、喔？你安怎算都袂好。我拍台湾，我家己爱了40,000亿美金，啊我，我敢人摕到，敢人拿最多拿4,000亿美金的 GDP， 上济是安尼尔。你安尼算，你敢光上算这笔账就好了。你安尼好啊？袂好啦，讲个才拍台湾啦，拍台湾现了，我袂甲你骗，伊绝对现了。不管你成功啊，袂成功都现了啊。所以阿强啊会拍台湾，我甲你讲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在这个成本的原则之下，伊袂怕台湾。你知道，在成本的原则之下，老共要打台湾机会是零。我讲，我今日甲你讲的这些报表，伊嘛拢知啦。你知无？他们也知道啦。啊，所以你就伊会怕嘛？我知，其实讲是伊嘛知啦。你就伊会怕哦，这是真诶，这伊爱面对诶。这我今日甲你讲的这面是大家拢爱面对，连中国人、中共他也要面对的。他就是要面对他的4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消费，
啊，拍台湾，敢那一年摕4000亿的 GDP， 我著讲啊，你摕100块出来，你敢那剩10块等于你卖哦，空的才做啦，空的才拍台湾啦，所以我甲你讲，迄是无的物项啊，拍台湾，你甲看这就讲了钱的生意都无人做啊，干这都稳了的啊，你啥意思哦？敢那很算一。马上一看摊开数字，哇，这都很料哎，这都没做呀。所以怕台湾是假议题，所以你看看咱台湾，你看70几年，伫国民党倒来台湾70几年，唔捌发生什么战争，有干那伫个金门干妈祖单打双不打，什么关系？这个猫，这个跟人讲，这个厉害就伫个遮。人美国甲阿强话讲，你若敢怕台湾，我绝对甲你沿海拢甲你封锁。我若讲会搞，我绝对做会搞。看你生死也是我，也是。看你生阿强啊生死，还是台湾生倒？我甲你讲，阿强啊颠倒生倒咧。我甲你讲，你听有无？所以你甲看打一笔账，你就知道哇，这袂做诶。你若中国的领导者，你会做哦？空诶才做啦，世间第一空诶才真正甲台湾骨落啦。所以我讲阿强爱拍台湾，基本上我甲你讲，从这个事实的真相来看，零。但是我讲不排除有种状况，就是讲吼，心公都会啦。真正擦枪走火了，还有一挂人要制造是非，点都甲过来，哦，这个是大有可能的，你知道意思不？啊，引发误会跟冲突啊，这个战火可能在区域之间扩大，这个我是不排除的，有心人想要作乱，哦，这个我不排除，但是你讲要大规模入侵台湾呐，照这个经营来看是不会有的，因为哦，咱爱讲。一个事实啦，所以人类包含阿强的人，拢要过较好的生活，无人要过一寡散的生活啦。伊即卖若现拍台湾，伊马上变散。啊，我拍台湾要创啥？我家己愈散。我拍台湾是希望讲我会好嘢起来呢，看我会赚到啥无？干你老是拍台湾，我输甲痛苦。所以我讲这个中共打台湾，这根本就是从数理的逻辑上是不会有的。你知道意思哦，是无可能，这是真正是撩钱的生意啦。怕台湾就撩钱的啦，根本都未谈啦。等到我所有生活，我我真的要至少我中共打台湾上无，伊要倒退10年以上呢，伊至少要倒退10年。你知道哦，怕赢怕输过几位数，先倒退10年。伊现在倒退如10年，吼，搁等于10年迄种生活，伊想想讲，干那干会好？第一点是，我拍台湾是希望讲我会变好嘛，靠腰啊拍台湾都袂好啊，所以那会怕。所以我讲，中共打台湾是一个从数理逻辑上是一个假议题。你怎样就是假，根本都无的啦，袂啦，哦，这从数理上你都爱个排除啊啦。好，这是第一个哈、哦，中共入侵台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跟你画饼，我讲的是真的。这个资料，讲而且他们要取得也不难呐、啊。我今日甲你讲这名，大家翻一下资料看，干这有影呀？我若是中共的领导者，你跟我来做，我都算会出来，因算袂出来，无可能啦！大家拢做清楚，伊嘛袂做啦，吼。好，那我们再讲第二个，中国根本打不赢安保台湾的美日联军啊！这甲你讲阿伯啊，好啦，中共你若唔惊付出成本，我都是要真正，吼、哦，要付出所有代价，我会让你讲吼。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拿下台湾岛。那这个状况的时阵哦，我两个要甲伊骨干枪就对啊。你知影出一个笑的，你知影意思无？那这个经营性，伊就甲你骨落。好，啊、来，我问你一个第二个问题啊。啊，伊骨落干咩呀？日本甲美国这种的组合，我甲你讲哦，是世界第一的组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合起来，绝对打不赢。美国跟日本的联军，你听我讲意思吧？全世界海空军加加起来嘛，打不赢日本跟美国的联军啊！日本跟美国的联军偌强，你知影无？那是世界第一跟世界第二的超级组合呢！你就你打赢哦，无可能会赢的啦！日本跟美国联合起来，无人会赢啦！全世界其他国家拢联合起来要打赢日本跟美国这种黄金组合，我讲嘛袂赢啦！你加什么英国、法国、中共、俄罗斯这一挂加加起来，全部这国家真正拢要甲美国、日本对拢来讲，你嘛袂赢。因为日本甲美国的海空军是世界第一甲第二的，你知影意思无？这是一个事实，
世界第一就是美国，世界第二的海空军就是日本，啊，第三的海空军算英国，你知道意思不？哦，你知道吗？准讲英国这欧盟这国家、欧洲的国家、中国国家、俄罗斯村的国家联合起来，要打呀日本甲美国的海空军嘛袂赢。因为日本加美国的海空军的实力占世界超过60%，你知道吗？没有人可以赢这种组合。日本加美国的海空军就超过世界一半，因为战斗力是这么强。所以我刚刚讲啊，跟日本加美国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没有一种组合打得赢。哦，我跟你讲一个实话。哦，所以我来啊，那。美国跟日本如果要干涉台湾，你认为一拍呀，日本跟美国的联合舰队啊，诶，联合的这个军力啊，无可能的呀。你剩的国家拢加起来，加俄罗斯你嘛袂赢。哦，迄是讲啊歹听啊，迄来背死的尔。哦，所以你放心，你根本阿强阿准伊一个气消，他开始烧起来，哦，甲台湾隔落伊嘛袂赢。除了袂赢了以后，伊即搭的水料。伊爱水料，我甲你讲哦，四万里面，这伊爱很料诶。伊只要拍到人，这四万一定是消掉诶。你知道，绝对是消掉诶啊！这都很料啊啦。即马中国经济都无偌好啊呢，啊，即马这四万里面，经过叫促销掉，我甲讲哦，中国一定暴动诶啊！连食都无啊食，连工贵拢无，大家拢失业。我讲底下无保守，我讲你看你要哪处理？你老在哪处理？伊咪在哩。即马阿强啊是。面对伊执政，伫中国执政70年来，伊要最大的危机就是即嘛呢？啥物款原因？经济问题。吼、哦，啊！你即搭个代志，台湾问题呐，处理了无？我讲你会输甲痛苦。你若把你甲台湾隔落，我讲你很死。即嘛，美国甲美国遐一挂人足歹心的，希望中国甲台湾吵起来。我甲你讲有诶，中国诶、一挂。一挂美国啊，内底嘛真歹心，伊嘛希望中国来拍台湾呢。啊，我讲拍咧，多好，我甲你讲，赵英仪，我你中国多输啊，痛苦。你拍你就痛苦啊，我100%甲你保证。因为我咧做代志就讲，我看到一定是安尼无唔对。因为我讲的这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东西啊。你拍台湾，你就爱面对这面啊。第一件代志你很了，第二你根本就拍袂赢啦。日本加美国你赢啊！全世界佮加起来你嘛袂赢啦。日本加美国我讲过，伊海空军实力占世界60%，袂赢啦。美国的海空军占世界一半，啊，日本吼占10%。你知影吼？虽然日本无美国遐尼啊讲，但是伊嘛，他也还占10%的呢。你知影意思无？这50%加这10%，你知影意思无？啊，只要占世界一半以上啊，你哪会啊？哦，所以咱就讲哦，中国根本上打不赢安保台湾的美日联军，你知道？所以你只要第一跟第二，你就知道第三的结论就是，中共入侵台湾根本上是完全不划算的事情，中共烧脑的领导者才会武力入侵台湾。好、哦，这就是结论嘛。哦，因为你有第一点跟第二点的这个禁锢机啊，你就得出第三个结论，中共不会打台湾因为这个是大家都没办法回避，他也没办法回避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因为这是原则性的东西。哦，他要面对他侵略台湾的成本，还有他要付出的代价。成本是什么？成本是40,000,000美金马上修掉的。然后还有什么？哎，你的代价嘞？你怕呀？每日人均你怕呀？卖光啊啦！你稳死的啦！你若开战那一天，我绝对给你保证，你稳死。你三天你阿强的海空，你直接浮在水面上的舰队三天，我看啥拢废啊！3天，啊，你的空军只要敢飞出你的大陆沿海啊，我跟你讲，你的海岸线那，你哪朝要随飞出来，你就直接坠机，直接连累，我不会骗，你绝对给我拍掉的。美国加日本绝对有那个实力把你干掉，你的海空军绝对飞不出海峡中线，我跟你保证。你若过来，你就点，你就联络，我甲你保证，我甲你更要保证，因为我知影日本甲美国有迄个实力，哦，这
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一些，他要付出的成本跟代价就是我刚才讲这，因为这没有办法回避的哦。那一打开敲开就是生做安尼啊。我因为我跟他讲真诶啦，我无咧讲假啦，因为这种代志是讲到是你啦，真正你掌握所有事实真相，你知道你也掌握到这最基本的东西。你这里三位人拢无在逃避的，你任何人要做这些事情之前，你没有办法逃避咱咧讲的这个感情的属性，你得发生这个代志。啊，我阁足侪无讲，我跟他讲这两项尔哦。这你无在回避的最两个重要的参数就是这两点。好、哦、啊，所以我问你啊。中共敢打台湾吗？假的啦，绝对是假的啦！你看，中共就讲伊要安怎伫遐肥肥肥肥啊，即卖咧纸老虎，什么讲原因？我甲你讲就是这啊，因为这就是真相啊，这就是事实啊，这就是真理啊。哦，你知道吗？哈啊，最后中共最多是恐吓台湾呀，上侪是恐吓台湾，就是即卖伊咧做的啦。哦，什么军联啦、啊，啊要甲你五统、六统、七统、八统啦、啊。哦，要甲你反台，啥物演习啦，啥物有诶无诶，甲你包围，要甲你歼灭啦，讲一个五四三，你莫讲啦，虎头蛇尾啦，虎头蛇尾啦。但是我甲你讲，这有诶用意，这有中共用意，你卖是伊安尼做事无意义，我甲你讲，你拢唔对啊。伊安尼做阿强安尼做是有意义诶，因为他有他的政治目的。你卖就你阿强啊来威胁台湾，来甲你做一下军演，没有他的目的有。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哈、哦，这个我下面要讲诶。你都明知恐吓台湾无效，但是伊嘛是要恐吓呢。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恐吓啊？你都想讲啊，这有啥物政治目的啊？中国人，你个记是足巧，伊未去做，伊嘛未讲真正去做诶无诶行过啦。你知影无？伊有伊诶目的地诶，伊诶目的地我即马讲诶遮啦。哦，恐吓台湾是为了震慑国内的中国暴民及分离主义。我甲你讲吼，咱个嘛讲这实话啦吼。中共是用污染，吼、哦，从较早咱国民党安尼吼，硬来做通敌，用特务，吼、哦，用军队来甲你镇压，来甲你，算讲做通敌啦。吼、哦，较无讲遐尼啊文明啦，反正就较早咱的国民党啊，伫管咱台湾共款啦，吼、哦，那种专制甲高压啦，吼、哦，啊用即个恐怖统治啊，吼、哦，派人啥物警备总司令部甲你。抓去关押，甲你拷问啊，甲你捕啊，甲你安怎，反正就甲你捕就对啦。用安尼伫做通敌的啦，迄个较早国民党伫通敌台湾讲，你若较早国民党的党国时代哦，迄个白色恐怖时期，你若经验过，中国人惊因就是过一种生活，其实拢共款。哦，啊，伊主要是要对内要镇压，哦，镇压伊的老百姓，哦，然后就是要震慑迄个中国暴民及分离主义。诶，咱讲实在话。中国人内底作恶多端的人是一堆呢，你知影无？迄一挂暴民啊，你知影无？一堆呢，满地的土匪呢。中国，我甲你讲，即卖你做偷窃、做诈骗集团，我讲最少还有一亿人呐、啊。伊干那要管这一亿个一挂坏分子，我讲阿强，我都读个莫咧笑，我这暴民要哪管呐、啊？你知影意思无？诶、欸，中国也甲你讲。内面的治安国民是足歹呢，迄诈骗集团啊，啥物有诶无诶是，诶强盗集团啊，吼、哦、啊，啥物土匪集团啊，啥物款的乱七八糟是一咩呢？你知影迄是一咩呢？你知影意思无？迄治安是偌歹呢？是你毋知影尔呢？你今日去看到所在拢治安好，为啥物？迄拢是重点城市有强化过，啊，剩诶你若无看到遐所在拢乌萝卜侪，你看袂到你袂去的所在，迄内底拢乌萝卜侪。迄治安各方面是拢做歹，哦，你看到的中国是光鲜亮丽的中国，你没有看到它的什么？人讲诶，你月亮那里只有看到亮的那一面，你没看到它暗的那一面。暗迄部你拢无，伊拢无你看，因为你一贯看拢光诶面尔，你无去看伊暗诶。其实你光诶爱看，暗诶嘛爱看，这是啥物一个属性？哦，你咧知啥物叫做月亮？月亮不是光的那一面叫月亮。你知道意思吧？它的背后你看不到的那个部分，那个也是月亮，哦、所以你哈，恁、哦、一般人你看中国看，不是实际上的状况。实际上，伊内部的这个经济问题啊，吼、哦，这个治安问题是足严重的。你知道吧？内面是啥物黑帮、神棍、土匪、诈骗集团底下横行的。我跟你讲，你若无中共安尼镇压，我跟你讲，中国的，我讲真正会暴动呢，内底会搁起。真正起大乱呢，
所以我跟你讲啊，阿强啊，伊家己嘛无希望，伊家己国内乱起来，所以伊拢爱用震慑的啊。啊，你要哪震慑？你要讲我是，你要伫你的土地内底家己做军人，那没有震慑力啊。你要，你就爱找一个较衰小的什么台湾，哦，你才来做一个震慑，做一个军武哦。我感觉我中国好强大，好棒棒。你若敢甲我假笑，你咪甲你惹落，你知影意思无？所以中国在恐吓台湾，实际上是在恐吓他的内部中国人民。伊若讲讲，你看，你只要带这个台湾这堆分离主义啦，这堆叛徒安尼啊，我甲你讲啊，你咪连个阿强啊，都甲你当刀啊，甲你杀个物，还甲你削。伊是你骂伊，你看伊表面是你骂台湾，实际上是你骂哦，伊国内遐暴民，你知影无？甲分离主义人听的啦。你若甲我分裂哦，你若甲我做一寡乌拉木齐哦，干你老师的，我会甲你讲，你台湾的下场就是你啊！你知影意思无？迄是讲我是咧唱倒来听，唱因这中国内部人听的啦。其实伊毋是要拍台湾啦，伊主要是伊的这内面的内部治安，包括伊即马习近平要开二十大，你知影意思无？他压力很大呢，足侪人要甲取代掉的，要甲冰掉的呢。啊，个内部治安、经济各方面拢无好呢，所以那需要那种震慑力啊。你知影无？因为中国需要的是一个高压统治啊。你知影意思无？一波高压统治，伊对袂落啊，下骹拢要作乱呢。中国是即马，你知影无？坐在火山口上面，准备要爆发了呢。所以，那愈要爆发，你啊，你会愈跌啊。我夭壽啊！你们要甲爆发会使，我拄甲你跌啊。啊，你要哪跌哦？武统台湾，恐吓台湾上好，恐吓台湾，武统台湾其实，吼、哦，人讲话叫做台鸡架狗啦，台湾这只鸡来架伊内部遐狗啦，遐要作乱遐啦。伊若讲你若讲哦，你刚刚作乱，我讲你的下场会比台湾更加惨。哦，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讲就这啦。实际上，伊是咧镇压伊内部。我跟你讲哦。我不跟你讲生笑啊！中国、哦、一年内底吼，有一万起的中国人民起来暴动，有一万起的暴动，一年哦。好、哦，比如讲村的内底，那个村内底有人起来抗议来闹，然后起来啃石头，甲公安啃石头，你知影是啊？是啥物款来抗议？一年一万起，一年一万起哦。我讲不是假的，而且就直接弄这个资料是假哦。所以讲讲中国内底是拢暴民呢。所以我讲你吼，讲今麦真好人去管中国人民，你读个拢摸咧小台，你拢报名啦。所以这个中国人的文明水准无好，拢一挂报名，也人民的素质歹啦。啊，拢会欺乱作乱的黑帮神棍土匪，怎会只来一咩呢？你知要管中国人民的成本看偌悬的话呢？迄治安状况是足歹呢。我跟你讲是真的，这是实际上你没有看到的状况。但是中共那边他都有所有的资料，伊拢知道今日哪里又暴动了呢？哦，多哪里又暴动，哪里又又冲突，然后搁底下隔啊呢？哦，我跟你讲，我就无话讲。你若较早，我听讲伫个阮爸做四五十年前哦，迄有诶乱含呢。迄听讲一下课了以后，迄、那个算讲学生啊，你打算讲伊打群架呢，班咧甲班咧伫对隔呢。一班看一班袂爽，迄两个班拖下就伫个即个残两就咧结啊！我听讲较早是拢安尼咧，啊，阮迄、那个，比如讲，阮即个较早要听阮西丽遮有西丽七砍，你知无？你知为啥物七砍无？较早都是拢伫打群架啦，阮遮西丽遮七砍的，拢甲边啊啥物土库啦、刀落迄边的啊，拢伫先拼先拢伫拼。迄真正拢伫拼咧，真正一下课之后就伫遐结啊，伫遐拍咧。较早都是安尼咧，阮遮庄家所在是安尼咧。迄治安无你偌好呢？迄较早拢练拳头，还拢拍呢。迄真正是拳头甲拳头伫遐拍呢，甚至牙刀啊出来，你抹的，你笑的呢。你知影意思哦？迄所以中国迄个经营就甲阮即个啥物西丽七砍迄阵是共的。吼、哦，迄地方内底拢足侪一挂种黑帮土匪啦，嘿啦，啊，规工咧暴动啦，你无地无教的啦。所以中国治安是实际上是无好的哦。你若走过中国，你去到其他路啊所在，你较注意。哦，你伫沿海遮是阁还好，沿海这些重点城市其实拢治安阁袂歹，伊公安甲武警对甲就安尼，你放心啦。哦，那个治安还不错。
但是你若走入内陆吼，你若愈往哦，你往内底你就爱愈注意，越到越落后的地方你越注意吼，可能就不是这样子的吼。啊，这个我也不是乱讲的，因为吼，咱来搁看一下吼，吼，这是陈思明吼，这因人大开会因。家己伫咧讲啊，人大会议维稳预算受关注，多年高于军费。伊中国内面其实所有些是足歹管理的，治安足歹的，啊，拢一挂分离主义甲暴民。那你讲的啥物一挂义和团啊，甲啥物有诶无诶吼，啥物款的神棍啊，我甲你讲，伫中国大陆内底阁一堆咧。迄啥物黑帮、神棍、土匪、诈骗集团伫中国内边阁一咩咧啊？上无意义的暴民。我跟你讲，在中国内底有一亿的报名，啊！你为了一亿的报名，你知道你要开偌济钱去维稳镇压的呢？你知道意思无？我跟你讲是真的呢，因不是大家人都阿文明用讲的就会通啊呢。有的人是做土霸的呢，哦。来，咱来看一下，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报告说，2009年中共维稳经费预算达5140亿元。超过当年的国防预算4807元，所以我讲中共的维稳预算比他的军费还要高。这讲什么代志？伊的内部治安，哦，各方面拢足无稳定的。哦，他所有地方要架监视器，然后爱请武警，爱训练，要买装备，爱准备，爱随时被快打部队被镇压。你知影意思无？我讲真正，我不跟你开玩笑的。迄中国内底吼，逐工拢有暴动的。吼、哦！什么村的？你拼什么村的？还是什么关村的？你甲伊的这个党委书记做围攻的拢有呢？逐天伫中国内底拢上演呢？真正拢全武啊！迄一围拢几万的，几万的，你打几万个在打群架的呢？我讲的是真的呢。那在围是我讲伊毋是十个呢，毋是一百个呢。迄有的起来暴动的所在是一个乡、一个村、一个镇呢，迄拢几万的呢？较早咱讲的这个什么，哦，这个陈胜甲吴广的起义，我跟你讲，迄伫中国内底，逐天都拢有啦。因为人伊暴动时，我跟你讲啊，迄毋是十个，什么台湾抗议尔呢？因为是岛啊，各方面拢真正拢压出来呢，真正拢几万个呢。你若真正处理了无好，规个拢扩散，规个崩溃呢。迄从陈胜甲吴广起义安尼，规个扩散呢，不是不会呢。中国嘛足惊济啊，所以维稳预算来管嘛，爱足管的。哦，我甲你讲，你就听有啊。你捌看过吼，因个中国的全武行哦，因个全武行不是讲黑，他们不是黑道在打群架呢，他们是可能一个村的跟一个村的可能几万的两边几万的底下对干的呢。你知影意思无？那是足可怕的，因为人济啊，他们那个群架规模哦，不是五，那不是一班，不是一班对一班，那围了几啊千个对几啊千个。这边出一千个，那边出两千个，两边在底下拼。那不是讲咱五六十个这种那种，不是一百人以下的群架，不是。他们是一堆暴民，你知影无？真正要甲你弄的呢？你看你这边哪处理啦？你这拢要动用到军队跟武警来处理呢？你看我嘛无白讲，进前迄河南有无？迄、那个村镇银行里，迄去围，你知影偌济人？一两差不多将近要甲两。要到两三千个去围呢，迄伫中国我甲你讲拢一咩，逐工都拢有啦。迄是有报出来，你看无报出来阁偌济？我你讲，迄一两千个去村镇也甲围起来，迄有无？你有看过迄个场景？我甲你讲，迄伫中国逐工拢有，迄才实际上的中国内部的状况。但是伊不用甲你讲啊，伊也甲你讲，干啥物人敢去中国投资啊？谁还敢去中国投资玩啊？惊死，惊就惊死。但是我甲你讲啊，这个才是实情哦。又据往年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维稳经费是62441，国防预算的6011，哦，2012年哦，维稳经费7018，国防预算6703，2013年维稳经费7690，哦，国防预算7201，有无？也维稳预算都比军费还要高，哦，由于连续几年维稳经费明显超过，这个维稳经费超过。军费，2014年了以后，中共就不再公布了，伊就无爱互你知，惊恁拢惊着。为什么？原因，因个内部的这个什么治安足歹啦，
因为中国人民是足恶霸。我无甲你乌白讲，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原型是恶霸。这阿强的恶霸，你都要看出来，伊嘛中国人民啊！啊，你看内面这暴民看偌济落啊！黑帮神棍土匪啊，诈骗！我绝对没有跟你乱讲。你来看咱台湾蒋介石，因为帮偷一家孙啊！我甲你讲，因个足济无来台湾的啦，因个足济拢留喺中国大陆的啦。你知影无？国民党过来台湾，你帮偷一，我甲你讲，中国大陆个愈济。你知影无？国较济无来台湾。因遐大家土的拢是要来台湾拼的，你知影意思无？而且在台湾拼呢，什么叫拼？拼就是抢啦、抬啦，抓国民党过来台湾，甲你抢甲抬同款，因大家拢要解放台湾，台北中华，甲你抢甲你抬啦，甲你抬，你的土地上好拢我的呀！你知影？你的土地财产拢变我的，啊！你的查某囝我干啦，因就是拢这种的土匪呢。我甲你讲拢是真的呢，你不要以为在开玩笑呢。因为你是伫台湾做文明的社会内底哦，你用杂工这种强盗杀人，哦，这个我这辈子没有看过，难怪你伫中国在那做罪呢。你知影无？杀人，赶紧到杀了了灭门血案，那是大家拢有诶呢。甚至一个村内底去另外一个村被调诶，我讲拢唔敢报，唔是无诶，我讲都有。较早群架是把一个村灭掉了呢，所以你看这些什么，因为什么宁愿台湾不长，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那就是因真正的真正逐工的作为呢。逐工拢在做暴民，刚才底下较早底下烧杀掳掠呢。你若唔信哦，你去看一部电影，还叫做《救命》，叫做《让子弹飞》。伊咧讲，民国的时阵就是蒋介石迄个时，因迄个时代就有迄土匪。遍地的土匪，你去看《让子弹飞》，我来讲，迄是演了较好看，吼、哦，甚讲它比较戏剧性一点。但是，伊滴描述讲较早中国的社会，就是真的是让子弹飞，真正是遍地的土匪。伫战后时吼，迄、那个因中共有做过一个统计吼，迄、那个时阵战后时中国的经济的总人口数差不多五亿。啊！你早起做土匪的人偌济？你知道吗？2000万。中国的总人口5亿，在干土匪的有2000万。你看那个比例占超5%。我跟你讲是真的哦，那是杀人的土匪哦，会杀人的土匪哦。中国的人口是5亿，内底有2000万的土匪哦。那是战后那个时候是安尼哦。我跟你讲是真的，我无好笑的。这中共内部拢统计数据，所以他到了今天还要这么多维稳预算，关键的叠加，伊真正内部拢土匪，连阿强我家己都土匪起身的呢。中共是土匪起身的呢，啊，国民党也是土匪呢。国民党是黑帮啦，啊，这个共产党的叫做落草为寇，伊是土匪啦。啊，国民党是黑帮，啊，共产党是土匪啦，你啥意思？哎，其实伊拢共款的啦。所以我讲，这中国大陆内底，这个黑帮、神棍、土匪、甲诈骗集团，遍地都是啊。所以我讲，你中国人讲话，你一句都唔通听，原因就是伫遐。你知影无？因这个民族是足恶的，你知道恶吧？有无？你看中国人，你讲话拢战狼穿，这个赵立坚安尼，我讲迄是正常的。嘿，因中国人拢生做战狼，嘿，足侪拢哦，宁愿中国不长草，要解放台湾，拢会去吹足厉害，你要背吹笑的啦。拢甲靠一支嘴咧生活呀，吼、哦！你知影无？啊，这种人有济无？伫中国大陆足济，所以讲你若任何国家甲中国交，我甲讲你就甲他一支啦，惨啦！你甲迄、那个吼偷遐国家咧交，我讲啊，你就甲他惨俩，无你要安怎？哦，好，那这个就是实际上的状况。所以你讲中共会不会打台湾？我讲袂啦，但是伊一点甲你吓惊，因为这伊的民族性，啊，这有伊的用途，你甲。因迄个国内即个暴民地落，我甲你讲，中国内底足侪暴民诶，我无甲你讲真笑诶呢。我甲你讲一件叫做较早有名，叫做千岛湖事件。哦，千岛湖事件，咱台湾人20几个去啊，你知影去船仔顶耍，啊，过来伫遐电讲伊偌好，也去灭掉诶。迄一只船仔内底台湾人20几个去灭掉，迄叫做千岛湖事件。你甲你看，迄事件是真诶啊？你知影？你讲千岛湖事件搬来台湾，敢有可能？咱讲敢哪有可能啊？土匪的啦！要死我！计划甲规个船内人，你规游客拢抬了了，甲伊的什么金银财宝、什么锁链啊、手环啊，即款金破链拢抢了了呢？
逐钱拢抢了了咧，啊，甲人踢落水底咧，夭寿哦！我甲你讲是真诶，叫千岛湖咧。我讲千岛湖事件，就是讲因中国内底拢偷伊啊。哦，迄、那个啥物《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其实你看出来中国人拢偷伊啊，拢有抢诶，抢诶拢有拼诶啊，啊，拢无你讲法理诶啊，啊，土匪怎么会讲法理？哈、哦。好，这就是实际上的状况。所以你讲阿强还怕台湾妹，但是伊也甲你恐吓，而且我恐吓，好内部人民较乖的啦。你知影台阶架高啦，哦，听有无？哦，这是伊的目的。哦，所以各位你放心啦，哈、哦，伊袂怕啦，因为怕很了啦。伊不是不想台湾，是因为摕台湾的成本，关甲伊无可能会做，戆的才做。哦，甲你画甲白哈、哦，所以我讲不会打啦，不会打。怕袂起来了。哦，你听我哈，因为我今日跟你讲的这种事实，哦，你知无哈？你掌握这些，你就袂惊嘛。你把这个名包起来，你就知啊。我跟你讲拢真诶啊，我够受益的啊。这就是真相，这就是事实。你说会打不会打？但是他一定会不断的恐吓你，好不好？好、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哦，谢谢各位。